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国际航线全面停止，货物出不了港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有事，不要再兜圈子了吧。你们既然违反了合约载明的交付义务，就该赔偿。It's common sense, OK?不是我方故意不履行交付义务，依照合约应适用免责条款，根本就没有损害赔偿的问题。你们要求3500万赔偿金根本就不合理。哎，疫情又不是突然爆发的，封港是完全有预见可能的。你们有责任，而且有能力避免，没有看出来啊，是你们的不专业。啊，雷子倩，这附近是有卖那个好吃的鸡拿棒。军旗是没人了，派你们这些虾兵蟹将的啊！搜一搜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谈个事情，交换意见，气氛这么僵啊？卡在这里对大家是没有好处的，不如这样子好了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我做东。哎，我没空。啊，没空啊？看来李律师想继续聊了。OK, 我们奉陪。我们就来谈谈你当事人为了这批货物私下购买了高达4600万的商业意外险。拿了保险金要损害赔偿。而且两面通吃，是不是太贪心了啊？饭吗？做东，我不吃鸡拿棒。麻烦你回去跟你当事人好好沟通，希望在不久之后能够听到好消息。我方当事人满意的好消息。这个案子主导律师是你，下次不要派雷子健跟我谈，他的资历还不够。在我这里呢，资历从来都不是重点，实力才是一切。对不起啊，不小心杀鸡用牛刀了。慢走不送。最佳利益二，决战利益。4月29日起，请锁定公视。